一起来吃水果吧。来吃葡萄啊！好吃吗？好吃呀！快到安全处躲避！哦，好的好的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不过什么是龙卷风呀？嗯，难道是像龙一样的风？哎，不管了，我还是玩吧。好像有人，去看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走，快走！小朋友，龙卷风可是非常可怕的哦！你看，龙卷风是一种突发性的强对流天气，是在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下由空气对流运动造成的空气漩涡。龙卷风会将地面的水、尘土、泥沙卷起，对人和建筑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消防官叔叔。不客气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是我的新房子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而且非常坚固哦。Good good。哇！喂！注意注意，即将发生地震，赶紧到安全地方躲避。地震？什么是地震呀？什么情况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快快！走！这就是地震吗？没错，地震可是非常可怕的，你们看。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，地震能引起火灾、水灾、有毒气体泄漏等，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。原来地震这么可怕呀！那当然，以后可要多注意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那我走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变色了，你看。注意，洪水即将来袭，请赶紧到安全处躲避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不过什么是洪水呀？嗨，不管了，接着玩。各位居民，快躲起来，小心洪水！快快！哇，雨好大呀！救命！小心！小朋友，快快！啊！我的房子！小朋友，你
不知道洪水有多么可怕吗？啊，不知道呀。哎，你看，洪水是暴雨、冰雪融化等自然因素引起的，江河湖泊水量迅速增加，或者水位迅猛上涨的一种自然灾害。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哦。哇，原来如此。小番茄们，你们了解了这些自然现象了吗？嗯。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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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具盒。